嘉南幼理大学幼理保育系的毕业成果展，今年是由学生展现自身的创意和能力，制作了一出趣味满分的舞台剧，并且邀请幼理园的小朋友前来欣赏。希望透过儿童剧的演出，那是看到学生的学习成果，更是借着丰富有意义的故事，锁定小朋友和长辈，各有社区之间的距离。又着嘉南幼理大学幼理保育系学生所来举办的毕业成果展，今年制作了一出适合儿童的舞台剧，要来表演给大家欣赏。真是期盼会当借由故事来拉近大家的距离。那这次的这个毕业展呢，同学也尽了相当的努力哈，包含这个剧本啊，或者是这个布景啊，或者是造型啊，都是由同学自行来这个制作哦，那相当的辛苦。那可以从这个展览的成果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个幼保系的这个教育的品质哈是相当的不错。那也希望说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呢，成果展里面呢，可以让这个各界呢来认识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幼保系。透过戏剧的演出，展现出了学生的专业，甲四年来伫咧专业学系学习的成果。其中对剧本、道具、到布景等等的制作，嘛是拢由学生来亲自完成，相当的不简单。这次的戏剧公演的话，就是都是由我们班自己制作，像是剧本，然后道具、服装，然后很多里面的音乐也都是我们班制作的。有就是比较不知道大家都要什么的方式，然后就是一直沟通，然后去把我们所想要的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。就是因为我是总招，就是要筹划全部，然后老师也帮我很多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子，就是这里全部都是大家一起用的。利用了新课程方式，不只是让学生的学习成效有展现的机会，其实成功让外界来看到大家的实力。对着未来，无论是讲就业还是讲发展，相信一定会当带来帮助。记者郭佳明，林德区采访报道。